欢迎收看《幸福按个赞》，快乐希望永相伴。大家好，我是昌邦。凯旋医院日间照顾中心是高雄市第一间由市立医院成立的日间照顾中心，整合长照一条龙的服务，减轻家属的照顾负担。在今天节目当中，就请到三位来宾来为我们去做分享。首先是凯旋医院神经精神科医师张玉山，张医师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高雄市立凯旋医院神经精神科医师张玉山。好，欢迎医师。第二位为您介绍凯旋医院社工师王君美，君美姐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凯旋医院的日间照顾的社工师，目前也是担任业务负责人。好，欢迎。第三位欢迎的是凯旋医院各管师陈晓明，晓明你好。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凯旋医院失智据点各管师。好，欢迎三位来到节目当中。那么在进入讨论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 VCR， 就是凯旋医院日间照顾中心揭牌的一个典礼，来看这段 VCR。凯旋医院日间照顾服务机构在5号正式揭牌，这是高雄市首间由市立医院设立的长辈日照据点，提供专业照护、健康休闲等友善乐龄族的服务，也减缓民众的照顾压力。对咱市大人的这个长照服务愈来愈重要，因为咱大家拢会老，吼、哦，包含我在内，我嘛有一天一定会老，所以咱拢会希望讲，能得到政府搁较侪的长照资源，让长照服务更加的普及化，更加的有尊严化。代理市长许立明表示，高雄老年人口众多，完善的长照服务相当重要。从103年开始，在21区布建29处的日照中心，但长照资源仍嫌不足。感谢凯旋医院透过有专业背景的社工员、营养师、职能治疗师、医师团队，提供个别多元、连续化的照护服务。凯旋医院的这一个日照的这一个长照据点，好，是我们高雄市，他说讲南台湾啦，吼，同无咱高雄市第一个。是由市立医院来设立的这样的一个长照服务，在这边，在凯旋医院这边，我们可以提供最具有专业化，而且最具有这个个别化跟多元化，而且最重要是连续性的这个长者的这个医疗服务。接着，市长许立明也亲自使用院内的复健器材，他见到老人家在院内开心的活动肢体，刺激脑力，感到十分的欣慰，希望能够让长辈开心的过晚年生活，也能够让照顾者有喘息空间。高雄市政府的目标就是，让咱的所有的时段未来都能够在地安养、在地老化，有尊严的去享受我们所有的退休跟年长的生活。凯旋日间照顾中心提供居家式、社区式、住宿机构式及失智症共同照护中心等多元化的长照服务，内部空间宽敞舒适，目前可以收托人数为30人。欢迎有日间照顾服务需求的民众，可以洽询凯旋日间照顾中心，或是拨打长照专线1966。好，我们可以看到 VCR 里面这个凯旋医院日间照顾中心的揭牌典礼相当的热闹，而且整个中心的活动的范围相当的广阔。那可以请这个社工师君美姐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凯旋医院其实也成立很久了，当初怎么会想到说，也来设立一个这个日间照顾中心呢？想跟各位朋友分享，就是说，大家可能会觉得凯旋医院它就是精神专科，那现在怎么会去做长期照顾服务？那其实我们凯旋医院从民国88年开始，其实就一直有老人门诊跟失智症专门的门诊。其实，在长期照顾这个部分，其实一直会陪伴着各位伙伴跟各位民众。对，那只是说，我们从103年开始，就是行政院开始推，就是长期照顾38、368的一个照顾计划，希望每个区每个点都有一个日间照顾。那其实也有发文给各个社会局，那希望辅导辖下的一些医院可以成立一些日间照顾中心，因为医院其实它的资源是还蛮大的。那其实我凯旋医院它是公部门，那一步一余力就愿意来做这个承担，所以我们从105年开始在人才的培训，然后就是当然就是期间有106年的长照法规它的制定，所以变成它在制定上面是就是在筹设上面其实不是那么容易。那我们也需要跟卫生局去做核备。因为何贝说，那我们在就是不影响我们原来的病患跟服务使用者的状况下，那我们用这四楼的空间来筹设日间照顾是否适宜？那当然，我们也经过卫生局跟卫生福利部的核可。
那在社会局的辅导之下，就是我们从105年的7月份就是有通过的一个审核。那其实社会局也很感谢社会局，其实他也提供了120万的一个金额的一个补助，让我们就是更有多的一些成本去支持这一块。那在院长的一个支持之下，然后就是可能就是我们主持人有看到说，其实凯旋医院它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日间照顾的一个设计，它的环境是可能别于一般，就是觉得说，我们是长辈，那其实很多的日间照顾他会做比较怀旧风，就是会有一些怀旧的一些设备这样子。那其实我们也会去思考说，是每个长辈他都喜欢怀旧吗？那其实欧风也不错啊，我们以前都是怀旧啊，我们年纪大了，我们能享受一下不一样的那个风格也不错，好像每天来我们凯旋医院的日照就是像度假一样，感觉像出国了，对去欧洲的感觉，对，就是觉得让民众觉得说，我白天来日照不是说啊，我的儿女没有办法照顾好我，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照顾我，他们要去工作，所以我只能去一个地方待着，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感觉。其实我们想营造的一个气氛就是说，凯旋医院日照很棒哦，我们要排很久，要抢很久，好不容易可以排到我们，然后白天去那边去活动，所以我们在整体设计的话，其实我们是用比较一个欧风的一个色彩，对，然后一个风格，那其实里面有一些欧风的一些木质的一个感觉，那其实它就是营造一个就是很像家的地方，很像家，对，有点像度假的感觉，对，然后每天早上来就是认识很多的一个老朋友这样子，所以在设计上我们其实我觉得我们的长照服务可能就动员了全部的科室，它是个跨科技的整合，就是可能在人力上面的一个资源，从一开始就是硬体，可能我们就是企划师会进来，然后各个单位的部分都会进来去做协助，然后在人力上，可能我们刚刚的影片也可以看到说，我们就是人才，就是可能就是卫生福利部对于就是让我们医院去做，当然就是我们在人力上面的资源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日间照顾的一个设计，整个课程的设计的话，其实我们基本上就是会配备有社工师，那其实就为了我们长辈的一个营养的丰富，我们也有营养师的进驻，对，然后因为长辈他可能平常就是他的防跌倒是很重要的，那我们也请我们的 OT 的职能治疗师会进驻，为我们长辈做一些上肢跟下肢的一些训练这样子，对，那当然最重要就是可能家属送长辈来我们日间照顾，最重要就是他的一个护理的部分，就基础的照顾安全部分可以被那个 care 到，所以我们就是护理师每天进行可能他是服用药物部分的一些检视，就是我们有重复用药的一个状况，对，当然会有，我们长辈就是会家属觉得让长辈来日照最安全，就是说因为在家里有时候他们没有办法照顾到，有时候长辈是忘记服药，那第二个就是重复使用药物，那可能导致于其他的一些并发的一些问题，那然后我们日照的话，我们在护理师安全的就是协助用药的部分下，然后可能作息的稳定，其实对我们长辈还有一个病情的控制其实都是有帮助的，是，对，刚刚俊梅姐有讲到说，因为是市立医院成立的日间照顾中心，所以有这个医护啊专业这方面的一些优势，而且我们凯旋这日照中心也整合了这个长照，所以一条龙的服务，可以来说明一下，好像是就我所谓的居家式啊，或者社区式跟机构式，这样子一个服务内容是什么呢？日间照顾其实是我们的一个长照的其实一环。那其实我们知道说，日间照顾可以收的一个长辈，他有一个就是一个限定一个条件就对了。那其实那如果没有办法入日间照顾了怎么办？那我觉得对这些边缘的，或者说甚至于可能有些是疑似的失智症长辈，他们连进到医院，就都不知道要到医院那怎么办，所以其实我们就是在医师的一个统筹管理之下，就是我们也去承接了其他的方案，所以就是说可能就是在社区的民众，他可能就是被失智症的长辈有疑似的，那可能被社区的民众发现说，就是不止就是怪怪的，觉得这长辈可能会有失智的状况的时候，第一个时间其实就可以通报我们了。以前大家对凯旋医院的印象就是说，可能我有不舒服，不是不 OK 的状况的时候，我去就医。那其实我们希望说，我们把我们的一个服务可以是扩展到社区。当社区有发现疑似的长辈他有失智症，其实就可以通报我们的共照管理中心。我们共照管理中心会到家里去家访，然后去协助他，他可以确诊。因为其实我们都可以知道，就是可能在家庭薄弱的一个家庭里面，长辈其实他甚至于连要去就诊，其实都是有困难的。那希望我们的一个服务的触角可以到社区去，然后就是
我们的共照管理个案管理共照管理中心可以协助我们的长辈来做确诊。那确诊之后，因为失智症的确诊是非常重要的。那确诊之后，我们会依照他的一个等级的不同，如果说他的一个就是失智的一个状况，其实比较轻，没有那么重的话，其实我们就会衔接我们的据点服务。那衔接据点服务，而且我们的据点服务它是免费的，那民众在使用上其实他的意愿更高了。哦，对免费的，对，然后多元的一个据点服务的设计，让长辈可以就是把他的一个前端，他的一个失智的前端的前面去拉长，预防的部分或延缓的部分，对，避免他太快落到后面很重的部分。那当然，我们会觉得说，那如果说他真的可能自理状况其实都有困难的话，可能就不适宜就是衔接我们的据点服务，我们就会帮他转接到我们的日间照顾中心来做服务。对，那日间照顾中心，我们也希望说，可以陪伴这些长辈，在就是可能白天可以享受日间照顾服务，然后晚上可以跟家属很和乐的生活，就是会就是这主要就是日间照顾提供的服务。那我们也会知道说，日照可以陪伴他是一个阶段，那如果后续可能他失智症的等级又更高的话，其实我们会衔接我们的精神护理之家，我们精神护理之家可以给他就是住宿型的一些服务。所以其实我们凯旋医院的服务就是从前端到后端，我们都希望说让我们的服务使用者除了使用得到用得到，而且他的费用上面可以不用压力这么大。对，是有一些服务是免费的，对，有部分这样子，对对对。好，那讲到这个失智的一些判别的部分，我们就想请医师来帮我们说明一下，失智症它产生的原因会是什么，又有哪些这症状呢？失智症它是一个症候群，它就说比如说它有记忆力减退，那事实上还涵盖注意力、判断力，还有那个视觉空间能力的一个退化，所以它是一个症候群。那哪些原因会引起这个失智症呢？我们基本上可以分成两种，一种是退化型的，那一种是那个血管性的。退化型。那退化型的话，那阿兹海默氏症大家耳熟能详，大家知道嘛哈。那还有额外的像那个额颞叶失智症啊，路易斯巴蒂的失智症，但是以阿兹海默氏症这个疾病，它占了50%-60%。那另外的话就是血管性的失智症。那什么叫血管性失智症呢？就是他脑部一个小中风，就重复的中风，也会影响到记忆力跟认知。对，对，那这个大概占了10%-20%。那所以那还有其他，比如说脑伤啦，或者什么感染啦等等那些，就是比较少。车祸啦，或者说比较外力的影响。对，那所以我们大部分的话就是会 focus 哈，特别在阿兹海默氏症，还有血管性的一个失智症的一个这样。那退化性的原因，阿兹海默氏症，那既然是退化性，有时候原因还不一定能够找得到。也不一定是因为年纪大就一定会失智。不一定，它是一个失智症是一个不正常的一个老化。那当然基因遗传也有相关的关系。基因遗传。那如果说是在血管性的话，那三高，三高的控制就非常重要的。那它的原因大概是有这样的情况。饮食的部分也要注意，这个三高也可能会影响到失智的状况提前来到。重点就是它那个三高的一个控制。那当然饮食是维持三高的一个。好的饮食，但三高就比较控制的比较好。那它三高一个药物的一个遵从性也是蛮重要的。那至于说刚刚主持人讲说它的一些症状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医生。例如说它记忆力衰退，忘东忘西的。就说东西常常放在哪边，它不知道放在哪里。然后说我的老花眼镜放在哪里啊？我的领带放在哪里？而且它放的地方会放的非常的奇怪，因为比如说它把眼镜放在冰箱里。是。然后就放了东西，你会觉得说很难找得到，连小偷都找不到的地方。然后把那个钱啊藏在那个床角啊，或是什么椅子下面，就是有这种那种东西放的地方，忘在大哪边，甚至连家人都找不到。那另外的话就是说，有时候对时间、地点、人物感到混淆啊，例如说他20年发生的事情，他以为是现在发生的事情。这种时间的错字，就是说有时候是好早以前的事情，他以为就是昨天发生的，然后就那种对时间的这种错字非常明显。那另外就是说他一些日常生活的事情他没有办法做了，例如说家庭主妇，他会去使用这个洗衣机，
洗衣机、电锅哈，本来会用，不会用了，嗯，好，忘记怎么用了，个性行为逐渐改变，例如说他变得比较易怒、退缩，比较容易生气，一点小事情就容易生气，好，就是大发，就是那个就是大发雷霆。嗯、那另外就是那种沟通困难，他语言能力下降，听不懂你在讲什么话、嗯啊、他听不懂有时候就会生气、嗯啊、那另外就是说他判断力减退，去外面市场买东西我们都会挑好的嘛、嗯啊、他就会觉得哎，这很便宜就买一大堆回来、啊、结果都水果都烂烂的又破皮，对，他说便宜啊小啊就买回来。那另外就是那种情绪起伏很大，时好时坏、哦、没有什么特别的外在因素、嗯、他就是情绪起伏非常大。嗯、那另外就是把东西常常放错位置，你刚弄好了他就是老是到处在移位，这边放了他不放心，又放那边又放到那边，好，就是会到处移位、嗯、那另外就是那种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哦，每天穿同一件衣服，就每天穿同一件衣服，件老衣服、啊、不管冬天夏天都每天都穿同一件衣服，哦，他也不会觉得说天气已经 变冷了要多穿一件衣服，对，他不会穿，他就是想要穿这件衣服，就是重复的穿这件衣服，不管冬天夏天他就是要穿这件衣服。那这个时候家属要怎么样 来对待这个长辈，就是照顾的部分、就是、要他冷要多穿一点衣服、啊、在失智症在照顾方面的话，家属最困扰就是说他笨没关系，他不要乱、嗯哦、做人他不要乱，有时候他那种不知道、不晓得吃饭不晓得做，那我们帮你做都 OK， 但他就是不要乱，例如说、嗯、他常常重复的问问题会惹到家属非常生气，那时候家属可能就是说把他转移注意力，好，就说哎、欸，等一下你急着出去没关系，等我把这个做完之后我们再出去，哦，或者说慢慢、他想要、他老是想说哎、欸，这不是我家，他想要回到以前的家，哎、欸，常常会走失，对，他就会到处外去外面走，那时候家属就带外面去绕一绕绕一绕他就回来了。那在治疗的方式呢、怎么样来做这个失智症的治疗，有可能会治好吗？还是有什么方式？我们大概分这个药物治疗跟非药物治疗，但这是一个退化性的疾病，大概就比较没有办法说治愈，就不可逆就对了，不可能治愈。那在药物治疗方面的话，在健保给付有个认知促进的药物，那是要需要申请的。那另外就是非认知促进的药物，就是针对他可能情绪上啦、精神症状等等那些，我们精神科医师再去做处理。那非药物治疗就很多啦，包括音乐治疗、怀旧治疗、艺术治疗、认知复健、好像这些的非药物治疗方式，我们都会架构在我们的日照跟据点，跟失智据点、也可以再请就说哪些方式、就像这些的非药物治疗对病人的一个情绪安抚是有很大的一个注意的，是，所以我们现在就请小明来帮我们来说明一下针对我们失智据点的一些课程的部分啊。您身为这个各管师哦，带领这些来参与的长辈，其实也很多的一些心得，对不对？来帮我们想一下他在课程上面做了哪些设计。其实我们凯旋医院呢、是从106年的7月就是承接这个卫福部的这个计划，那我们就是一样1到5都会有不同的这个课程，让长辈玩出的很开心，然后玩出这个延缓，然后玩出预防。那其实呢，我觉得还有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失智据点的长辈是极早期跟轻度的失智长辈，所以有一些长辈他会觉得这个课程如果太无聊，他就宁愿在家，他就不要出来了。是，还会嫌这个课程应该要难度再增加一点比较好。对，所以我们其实在课程的设计上啊，我们其实是花了非常多的心思。然后我们每一季啊，都会做一些些许的不同。比如说像我们是第3季啊，我们每个礼拜一就是我们风和唱团，就是我们发现长辈很喜欢唱歌，那我们就让长辈啊唱的就是很开心，然后唱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凝聚力。所以我们其实在国际失智月，我们3场的快闪表演，就是让长辈有这个舞台，然后得到成就感这样子。那再来就是说，我们也会有比如说烹饪的课程。那像烹饪的课程啊，我们是从前置哦，长辈准备食材到清洗，然后到切。有一些人很害怕长辈又动刀，那我们就会依照长辈每一个人的可能评估，每一个人状况不同，有一些人可以用切的，有一些人可以用手撕的，有一些人可以用剪的，在这个不一样。好，然后他们可能就会制作，比如说像我们有做过凤梨酥啊，然后像中秋节要到了，我们就可以做月饼啊，让他们有一个现实感的这个部分这样子。那比如说还有像美术课啊，像前面看到的作品，这些都是我们长辈
做出来的。这个是一个皮包，对，皮包包是不是？对，它这个就是让长辈他有洞洞，然后我们就让长辈用针穿。那你会发现有一些、哦、皮革上面已经有穿好洞了。对，那有一些长辈可能空间概念不是很 OK，、嗯、那我们请家属穿，然后他拉起来，这也是一个手部、哦、手部的运动，然后跟家属又会有一个那个很情感，就是说，我今天我们两个一起完成了这个钱包。那比如说我们有时候也会拉出到户外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就会拉出到那个劳动部的创客小站，这是我们长辈做的蜡烛，精油蜡烛、哦，精油蜡烛。对，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但是这长辈外出怕，就是不太敢。可是其实我们就是常常带长辈啊，就是外出，然后甚至我们在国际师资月，我们发现长辈跟我们说他们没有采过凤梨，所以对，我们就要一起去采凤梨，到大树那边。对对，我们就采凤梨哦。对，我们就跟长辈一起去采凤梨这样子、嗯。那其实就是这么多不断不同的课程啊，就是让长辈就是他很开心，每天来到这个据点是很开心的。然后有这些成品可以跟像我们有长辩说跟邻居说这是我做的，就是很开心的那种。嗯那种感觉。那当然我们据点呢可能也会跟外单位合作，比如说我们有跟故事妈妈协会，故事妈妈协会，对，然后就是来讲绘本，讲那个古早讲古的感觉、嗯、那我们也会跟外面的可能职能的社区治疗师然后来做合作，还有太极拳老师，对，就是这种运动的方式，肢体上面的运动，对，其实运动也可以延缓失智，没错。其实很多研究就是说、嗯、不管什么样的活动啊，其实就是让长辈多动脑多动手，他愿意动就是最好的治疗这样子。是，对，家属的支持或者鼓励是不是对长辈也很有帮助呢？对，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有时候我们长辈可能他来到据点是很 OK 的，可是其实他们在家里面已经闹了一场风波了、哦、我不爱来啦，嘿，什么所在被寄啊，三情四情的把他对对对三情四情，对，所以我们家属这时候的角色就非常重要，我们就会就是鼓励他还是过来参与，所以他来据点的时候是很开心的，对、嗯、可是在家里面可能已经是一场风波。但是我们有家属也有提到说来到这个据点，他们真的可以疏解他们的压力，可以喘息，也可以喘息。对、嗯，然后有时候做这种手作，跟那个长辈一起做，他们反而是疏解的感觉，嗯、对。才会发，而且会发现说，长辈还有很多的能力，对，本来自己不会做蛋糕的，不会做花柜的，也再教一下就知道怎么做，然后面粉糊糊这些，对对对，没错。好，那社工师其实也有在这个失智据点里面做一参与，您观察到长辈这个成长或者延缓退化的状况怎么样？我觉得现在其实政府一直在推的失智友善社区这个议题，那其实有两个非常大的重点，就第一个就是消除大家对失智症的一个刻板印象，那第二个就是提升能力。那其实我们这个据点跟日照服务，其实我们正把这两个大的，就是第一个就是消除一个刻板，第二个就是提升能力，我们让长辈看到了他的一个能力的所在。就像其实我们长辈，其实每个人他来到这边，他会觉得说，我是来，可能一开始会觉得我不要多啦，我是来，就是可能各管事会服务我，看你们做就好，看你们玩就好。我不要啦，我失智，以前讲我失智，我不要，我唔知，我唔知老师教，我不要。可是其实我觉得小明的部分就做得很好，他给就是我觉得在充权的部分，甚至于刚刚可能有部分没提到，就我们带长辈去做志工，我们礼拜二带长辈就是坐着捷运，然后到可能我们跟我们的一些社会福利基金会去合作，去那边当志工，然后让志工，对，让长辈当志工，他们可以协助我们身障的孩子，教他们怎么剥水果，然后跟他们一起律动，然后甚至可能就是讲故事给他们听。其实他们看到他们的能力，看到他们的能力，觉得说我买当这志工，原来我是有能力的，能力付出的，对，不是都是接受人家照顾，对，那是当然让我们社区的民众知道说，原来失智症的长辈没有什么特殊的。那另外针对这个小明这边有负责一个友善店家的一个守护网，其实也提供蛮多的一些服务，可不可以请小明来帮我们说明这一块？那我们这个友善商家呢，就是我们会拜访每一个商家，那我们就会跟商家，就是这边有一个贴纸，我们就是会跟他讲说，我们的来意是什么？那通常呢，我们遇到失智症的长辈，我们可以怎么做？那我就会教我们那个商家，就是四个口，就是一个口诀，或者看、问、留、拨。那可能看就是观察一下，长辈的这个状况是怎么样？比如说，他好像眼神很空洞，或者是明明是夏天在找东西，对，然后为什么穿冬天的衣服？对，然后也好像漫无目的的感觉。我们会教导我们商家会有一个这样的概念，看是这样子，问可能就是说，阿嬷你要去对，可能他跟我说，明明他在林雅区，他跟我说我要走去大树啦，就怪怪啊，怎么可能走得到？对对对对，可能就怪怪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看问。
留我们就是尽量的把长辈比如说阿妈你要喝一杯水吗喝一杯水坐一下对先坐一下好然后问他一下你从哪里来啊就是了解一下或者是说你儿子的电话就是问问看好然后拨可能就是如果说有儿子的电话还是家里人的电话我们可以打或者是说可能打给警察局好就是请警察局来协助这个长辈回家找到回家的路对那其实因为很多友善商家会觉得说那好可怕我到底还要做什么事情其实没有我们就是希望商家都能成为一个防护网的概念守护网的概念那我们可能今天我多一份的关心多一份问候我们长辈就不用走到这么远或者是找不到路对慌张可能在马路上乱走被车撞到都有可能有这样子的危险其实我们真的受到狗啊或者说别人的侵害等等的对被骗 对有可能其实我们之前就是有一个长辈是确实他从我们苓雅区走到了五甲对怎么这么远呢对然后真的就是我们友善商家可能就是发现他有那个狮子手链、对这个也是可以观察的部分这样子那看到他有狮子手链那上面有电话嘛他就可以帮我们联络不然我们真的也找不到对我们也是这样是哇绕了一大圈真的也是找不到这样子好非常谢谢三位的参与也知道说我们凯旋日照中心为长辈提供的这些日照的一些服务真的希望更多更多的人能够投入让长辈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那么以上就是今天的幸福按个赞我们下次再会